是怕囡仔，莫帮我一个人啊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我陪在你身躯边。走，是的，你不是小的小姐，是我的朋友，刚好有代志要来这找我，再无说你让你生气，你不是要故意，吃苦了还够受啊，我来归受。是你啊，像我围巾把我等在路边还阁无够，起码阁敢来交代我处理代志。既然你敢去上酒，那我就让你做伙处理。走，是的，是的，人失忆，你今晚要为何意思哦？是。早上好，你莫管我，我家己想出来代志，我家己担。嫂，我替伊承担。你若要出去，找我就好啊。看起来真有情有义嘛。我才看你骨头够硬。你莫搁跑啦！我才受伤的，我想陪你去病检查，好不好？你的头壳哪会敢那插头同款，听无人话哦？小可伤尔未死啦，无需要你关心，你走。我就讲啊，你是我才受伤，我哪可能把你放任不管？大家拢对我这么歹，你要把我杀开？不过只要我有危险，你都无够一切保护我。就算我是插头，我嘛知影你心内其实最要紧我的。你歹去违背你家己的心好无？我著讲过啊，我家己拢唔知影明仔载我会安怎，讲啥信唔信的啊？你莫特别拢讲啥，你唔知影明仔载安怎，讲到你生活有偌危险。既然安尼，咱就活伫个今仔日，好好把握今麦所有的一切。今麦我都徛伫你的面头前，我袂无去。受伤，这无啥啦。真正我甲人心分割，迄空嘴才真正是大。我听一两个月呢，我拢忍袂过啊，你哪有算啥？真可惜。这里，心情好啊，是小姐，等下我送你回去。Bye.
后，唔知影阁会发生什么款的状况，我袂当让人们有恙。伊是我最疼的，伊拢袂甲我笑笑无话。是你讲，咱两个人永远黏条条，啥拢卖无去，对无？李总裁交代给我的任务完成进程，我实在不应该跟人民见面了。